这个是我妈泡了一宿的红豆。要煮吗？这是煮烂乎的。对，煮烂。妈，你要做豆馅来干啥呀？不做豆馅，我是给你做蒸年糕。啊。那这是不是一怼碎我就变成豆馅了呀？对呀、啊，怼碎了就是豆馅了，不用怼碎。我去啊！多搁点白糖咸。放点糯米粉。得加点水，这个豆里头水不够。妈，你这么捏过那豆不能碎吗？有的也碎，没事儿，碎也没事儿。合成面团儿。大概是啥地方？多大地方？这样熟得快呗。熟得快。我为了我还得省气儿，一个人蒸还是烙啊？姐姐来了，蒸。你俩学艺来了？这叫偷师。那你别走啊，你回来偷了呀？闭着眼都会蒸。哎呦，给你牛的！妈，这整啥呀？年糕。整这老些？嗯，别磨皮。是吧？不是，是他要的。我要。刘兆敏愿意吃，给他打包的。他就吃那个盐，我也愿意吃。那些你哪份儿？不早说，都给刘兆敏拿走。多吃这玩意儿对胃不好，你少吃点。吃那么多也不长肉有啥用啊？还不如留给长肉的吃呢。那你留给长肉妥了，怎么老姑不吃啊？你老姑不长肉。你就给他剪好了吗？小的好。嗯，我先蒸不下了，我还蒸不下。嗯，蒸不下刘兆敏吃了打包拿走。就把这馅儿给他家两口自己回家蒸去呗。我不吃，我不蒸，你自己蒸去。几分钟蒸好？二十分钟吧。哎，那么长时间？你看这个，下锅。我说我不想看。不想。你搁这晾着吧，对，搁这晾凉着，晾凉再剪。这管子不能动，咱在家就是为了省没刺儿，蒸的薄，厚点蒸了哈，完了擀一块一块的，一切一块一块的，像散状似的。啊，我们在单位蒸，他们都可愿意吃这个。妈，那叫 Q 弹QQ 弹QQ 号。给刘兆民打包，自己倒里得了啊。嗯，回家你就那个那咬着吃吧啊。好。不行你就搁刀切啊。行。他打刘兆民打的都行。给我们还有没有塑料袋给我？行。打呀。拿四个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就要一个就行。是的。嗯。给你拿俩呗。不行，吃不了。要一个。嗯，一个。不是，走，咱先出去买四个轱辘。干啥？我车上有，他要把你家推了。